七一是乜嘢啊？七一就是大家不約而同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去反對香港和大陸的一黨專政。大陸那個叫中共，香港那個就是他的契弟保皇黨。這個一黨專政不是只是中共，是香港裏面的共產黨的契弟，那班保皇黨衰頭衰上，你看大口狗，簡直都不是做主席的。你看到何君堯，你看到梁君彥，你看到郭佩凡報假學歷，如果你覺得是不滿意的，你看到鄭若驊有六間物業是可以不申報的，那馬時亨做事是契弟，馬時亨留記者不對，麻煩出來了，人多他就大鑊，人少就我們大鑊。所以我真的呼籲各位香港的市民，如果你覺得共產黨契弟，他的在香港的保皇黨更加契弟，你就要出來，不是你就是契弟，你自己要作戰自己被人欺負，就說、哦、太多遊行示威我不敢出來，一過了那天他就喂香港人很支持我們、哦、是不是剪鐵枝有什麼問題，你認識嗎，我給資料你知道剪鐵枝有什麼影響，這樣都說出口的。我們是要越來越多的人是出來告訴共產黨和他的契弟，即是保皇黨的香港人是不吃這套的。